Hello， 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啊！这个老房今天最幸福美满的日子，和他心爱的女朋友终于走上了婚礼的殿堂，今天结婚。然后我们又在给车子扎花，然后等会儿就去娶亲。去，尽量远啊！马上就要出发了啊！中国人还是我觉得你哪儿出发都像我。有一盒烟，就是那个小盒包。好，有一盒烟噻，有盒烟不？那没得好。没得好。另外来说，你那个是哪个？摄像的。他有个摄像的，给他那个。交规矩了。辛苦了你们。没有。啥都没说。老黄一表人才，老黄对，那是你的那个指挥签子纹那么好搞的，你那个才好撇，是这。新郎官，那你都听过了，那个是丫头啊。那你听过，谁家听丫头？耶，我们来了。对嘛，今天那个我说的嘛，老房子今天。今老房子我抽老房，今天谁做饭？老黄子，表现还有，要得，要买啥子车？来，哎呀，啷个算啷个摆，腿上舒服，我头碎，然后老婆往我那边转一点，然后老婆拍一点，应该是最帅哥，专业的。专业拍照的，应该把它交给你了。你在里头去还是背起吗？还是？我觉得背起。抱起。这么大拿出来哈，你实在怕背起哈，攀起出来。我搞，那不行，你再抱起才行啊，抱起。走，可以上楼去。好呀。准备好了。来，三哥，不开门去。要红包，红包准备好没得？准备的有。啊，小很大就行，小很大。不行。昨天哥不是讲了的嘛，多准备点红包。那时候那个，你再看看，大红包了。好，再开。来。看到了。
回去。准备了，准备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的。老黄伙伴，那还有啊？啷个？你准备黑子放门子没啊？他装不开那个门，那个门都来不回。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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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你娘的！强劲的！哎呦呦呦呦！好漂亮，好漂亮！哇，新娘子好漂亮啊！你光看是饱满个杯哈。不是，我觉得兄弟们，那是应该好生把老黄治一下。就是啊。哦，哎，弄完哪个弄？问他。哎，那噻，等会儿要大的问呢，那那的不得问。那是问。对，先要问好。哎，先问好。对。但是翻飞了也不说好、哎、先说好先说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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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啊行这个红花天天不一些花我的天天就太粗暴了好好好高王先来问事哦，真的是，哎呀！新姑娘那个上去了，把那边门堵起来。做牛的吗？你红姑娘，新娘子看我，新娘子看我。啊，你红姑娘的话，是啊是啊。家里说是稍微跑快一点嗯准时赶到嗯老黄嗯我跟你们俩夫妻说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到今天也是情人节2月14对所以这个情人节是你们最难忘的情人节每一年的情人节啊你们都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每一年的情人节是吧都、嗯、都是我们的纪念日2月14对纪念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好不好背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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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背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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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好没得提吗背得起我把你压趴背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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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哟各位亲朋好友啊，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呢，请允许我那个草稿，有点长，那个风波嘛，第一次这回来。今天我受新妇的新郎跟新娘的委托，准备带来几代言人呢，黄德林先生和于小华小姐。认为这对珠联璧合、佳偶天成的新人结婚，我感到万分荣幸。新郎黄德林先生不仅外表是英俊潇洒、忠厚老实，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和善，工作也很认真。任劳任怨，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啊。新娘。于小华小姐来自我们天府之国
是漂亮大方，这个身居东方巨星的御宅美，温柔体贴又品质高雅，心灵纯洁，不仅能够当家理财，而且手巧能干，是一位可爱的好姑娘。在这个茫茫人海之中，黄德明先生找到了生命中最美的仙女，于小华小姐等到了梦想中最英俊的王子，他们的结合是天定的良缘，他们有相识相知，进而相爱相许，一路走来感情的不断的升温。今天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个瓜熟蒂落，请大家共同见证，从今以后相信他们将永远一心一意终身不渝，只爱护对方，在人生的旅程中永远心心相印，白头偕老。好，非常好，感谢大家。但是呢，在座的啊，我们有几点要求，希望呢，黄德林同志在于小华同志的领导下，认真实行爱亲民主啊，对自己要专政，坚持反对大男子主义，坚持一切收入全部上交，说得好，坚持下班以后按时回家，坚持与以外的女性保持随时看不见的距离，没错。希望同志帮助同志认真抓好家庭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既要加强对家庭各项工作的监督，又要注意听取同志的意见和呼声，维护家庭的繁荣和稳定。希望你们两人牢固树立科学的家庭发展观，在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加紧创造祖国的下一代，实现幸福小家的全面持续发展。钟爱一生，同心永结，幸福美满。好，二鞠躬，三鞠躬。那你听到啊？你听到了？你听到？新郎新娘向父母敬礼，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父母讲话。哎，那电话我儿子拨这个，不会讲很难的。他们幸福一生。来，小华。是吗？请永远幸福。新郎新娘相约赴岳母现场。这个你爸爸的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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